上有电梯了。太扯了。灯自己亮了。电梯会到不存在的 B3， 不会吧？大人管二楼，可是太怪了，这里真的在学校吗？总觉得好像来过这里，有种熟悉感。哎，这里怎么还在施工？香炉在拜谁吗？石幼仪，好像，怎么会这么像？出现了，真神奇。我会来这里，该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灯？哎呀，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婚都定了，你就乖乖嫁给严淑文吧。啊，父亲，您真的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谁都可以，但不能是他。徐幼仪，
那是你偏激盲目，这么好的女婿上哪里找啊？你看，连高僧留下的风水宝物都送给我了。父亲，您真的被他骗了，您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您自己去看看吧，他都在您给的会客室里做了些什么，拜托您了。你哪里来的钥匙？说。偷来的？胆大妄为！我徐文雄才没有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。刚才的是徐文雄跟徐友仪，他们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刚刚好像是说严淑文在会客室里做了什么。舒文，停止你那些对我父亲用的肮脏手段！为什么你都是不愿意？就是因为你不听话，徐有仪，这都要怪你。徐幼仪说的对，如果那时候她愿意来看看，最后事情可能也不会变那么糟吧。
些全部都是他写的。利用风水自创邪术，设计大人馆变鬼楼，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。如果 B 三传说是真的，可以利用混沌之门跟骨血阵人为制造恶鬼的话，那些鬼手可能跟严书稳也有关系。哎呦，严大建筑师，啊，你门忘了关的哦。严大建筑师，严大建筑师。哎呦，这物件啊，妖兽哦，乱门哦。武家有的无的是要创啥？哎，教官。哎，哎呦，哦，这个时间咯，哎，被他发现了也不好啊。他都很晚才离开学校。这颗有鬼，爱谢你。那个教官总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，我们认识吗？阿密应该也差不多了。还好还好啊，这么重要的日子要是错过，时间就糟了。哎呦 C 波，工作辛苦了。哎，肉不肉麻。嘿嘿嘿嘿，对了，有东西要给你。西伯啊，搞什么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了吧？哎，来了，这上你了。哎呦，三八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就是担心了，幼云的孩子。他跟严书文的婚约就要定了。
校长最近就要发喜帖了。哎呦，没晒了，没晒了、哦。你也觉得那个姓严的不可靠？当然哦，他在那个会客室哦，自己弄了一个密室，里面哦怪里怪气的，看起来哦不像什么正派的风水世家，哎、比较像邪术之类的。哎，你要是遇到他，自己要加较细腻点，知不？好好好，你也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不知道校长在想什么，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女儿？毕竟是人家家里的事，我们不好说。哦，对了对了、嗯，哎，好了，那我先去巡逻一下了哈，看完哈，过来家里下班。啊，睡不？这里怎么有洞？喂，君美老师，是我，又怡。不好意思，对，又是我跟严书文的事。这次是好消息。他说我们可以谈谈怎么解除婚约。什么时候？12点在停车场。老师等一下要过来。是。是。好，我会小心。再见。严书文跟徐幼仪约在停车场，那不就是在 B Talk？ 电梯开门，点开给我。电梯关门，点开给我。你是我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拒绝我？让你偷一次钥匙，好好认清现实不够吗？啊！还敢找人想劫我的照？我是不是对你太温柔了？严书文，放过我父亲，不然。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觉得我会让你这么容易就离开我？等阵法完成，
重生后的我就会去找你。什么意思？我亲爱的幼仪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乖乖的等我。幼仪，幼仪，是你吗？听到你的叫声了，还好吗？不要，不要过来！什么事？快点，快点！什么时候？电梯开门，真长啊！只能继续找了，那两个人到底在哪里？希望没事就好。你们是文华大学电影社的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听清楚了，东湖大学在二月出过事，知道吧？那是办夜校的关系，你们也在办类似的活动，自己小心。
谁？前哨的手机，这是谁的？喂，林淑雨。什么？林淑雨。喂，林淑雨。林淑雨，吴老说要做文字采访的那个记者，他为什么也在这里？那是教官。跟刚才看到的好不一样。为什么他也变成？还有为什么？是今天，林淑玉人可能还在附近，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？